螺蛳粉走起了，来螺蛳粉、辣椒油、腐竹花生包、汤包、酸笋包、醋包、豆角、萝卜干，这里面有黑木耳，下锅开煮。来，螺蛳粉开动，哇，特别烫，哎，我怕倒掉了。特别烫这个，这辣椒放在这里的看不到辣，你看，那吃着才知道好辣。太辣了，天气一热吃更辣，感觉应该让它冷一下再吃它就对了。嗯，我马上把它吃，所以好烫。太烫了，吃多一个视频吧。